了强劲中间方向穿越新圈战打林大展，在今天敲出了安打，现在第一分做的相当的精彩。赶快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 play。其实这个球打得很强劲哦，江承彦这边其实也有机会来守，不过敲出安打带有打点。那以守备见长啊，可能灵活。这个高的打击率的话，其实相信这个如果打得比较有经验，自然就会有长出来的感觉。接球，二垒手接球之后，好 bounce 短横下来，接球点下去，点的还不错。投手下球之后自己来处理，只能选择传，不会说那么样的硬啊。今天这一球打击出去，在左半边落地型全真打，敲出安打的是林大展，而且这支安打现在林大展像一口气站上了二垒的得点圈。林大展这支二垒安打其实相当不错，是有安打也有助攻。那刚其实在比赛的一开始有跟各位观众朋友聊到说这个自行培训的一个话题啊，那也请文腾再跟